这里有很大哦，很猛。又开工程咯，这里我土腾蛮多的耶。这一窝很大个哦，现在看到有4层、5层了。希望这一窝饱满啊，马上爬出来了啊！嗯，有点不好拿出来啊。呜呼，好大个这个！这一片空了，别的。呜呼，第一片，还有一点。哇，这个今年挖最大的一窝了，嗯，那两手拿出来，这个可能要。这一窝漂亮哦，可惜可惜，有点过了，很多都，你看，这一坨都没有了，太可惜了。你看这个洞洞都这么大，小孩都可以进去蹲那蹲着。哦，总共有5层。嗯，可以。收工了，收工了。这个母蜂自制的很多，现在不好提，要挑回家了。回家啦，回家啦！刚好得一条，衣服，一包，风得一袋。老罗好像回来了，我看一下到哪里了。哦，还在上面，哦吼！朋友们看到没有，在上面那里，看到挑了一条，蜂蛹回来了。今天跟我老爸搞大了，去看一下。怪不得刚刚我老爸打电话叫我去接一下老罗。
看来真的有点厉害哟、哦，老罗，今天搞大了，还挑着回来哦。哦吼，厉害厉害！今年也是挖最大一窝。今年挖的最大一窝了。让我去当老板吧。可以啊。你看。厉害哦，你们哦。啊，回家回家。有几时间？这一窝小孩就可以蹲进去。啊，那么大呀！对呀。厉害哦。还挺饱满哦。对呀、啊，这一片是上面不饱满。看一下，可能有十多斤。十几斤？你说。十五斤。十五斤呢、啊？嗯。那么重去。嘿嘿。十六斤。十六斤。十六斤一两。哦，厉害厉害！你看这个汗水，满头大汗。那个包包不是吗？那包包还有母蜂啊。哦。母蜂来泡酒啊。好的好的。很多母蜂呀。嗯。哦。全部是母蜂的。嗯。泡酒了就跟朋友们发货过去了。嗯。洗好好好，休息一下。好几层呢、啊，一层、两层、三层、四层、五层。目前我是看到有五层了。这一窝够大了。看来明天我又可以去当老板了。老板，老板背上我们。哦。对，拿个麦克。买了跟月月还奶粉钱，卖鸟不是啊？哦。现在要抓母蜂先。抓了半瓶，一二三四五，今天这窝太漂亮了，五层都挺饱满的。明天我又可以去当老板了，老罗可不可以啊？可以可以，明天一大早上你去当老板娘去。还、啊、可以哦，得那么大一窝、哦。